当年的旧历二月初二是浙江万福圣诞，花东乡到浙江为着要庆祝浙江圣诞春秋，第二十六号暗时举办隆重祭典之外，同时嘛邀请各友宫的信众举办扩大庆祝晚会。花东到浙江供奉浙江先师，成立到今年已经进入第十一年。因为浙江万福是相当的灵性，好多浙江的信众是分布全国各地。每到办事的时间，是真侪信众不远千里而来，只为求得万福的开示。传统上，旧历二月初二是浙江的圣诞春秋，所以到浙江提早伫二十六号暗时举办祭典，而且同时邀请到各友宫进行交流。到浙江每一年啊，所爱办的这个一个盛宴吼，一个浙江师本来是二月初二，但是咱因为转来自转省吼，啊有当时啊时间上较袂拄好，所以在初二即天吼来食福宴，啊然后即初二主持吼，啊来举行啊叫浙江师来接受吼，啊今日安尼台湾转省吼，安尼各县市吼，啊咱的信徒啊拢足踊跃转来。感谢浙江先生的温情，春意企业集团也特别赞助这次活动经费，而且邀请艺人到现场表演。咱浙江师直接办活动，啊，我是浙江师的信徒，啊嘛都带小隔壁呢，那真荣幸会当直接来大家吼、共同来庆祝咱浙江师的圣诞啊呢。立法委员黄秀芳也伫活动中来到现场，用浙江先生致上相关的敬意。今仔日是咱浙江师傅的生日，啊，即只吼，祝贺咱的浙江师傅圣诞春秋。啊，今仔日到浙江吼，啊，除了讲举办这庆典以外，因也唔过一寡啊，咱的艺人吼嘛来一只表演吼，啊，咱恭祝着咱到浙江啊，云会鼎盛，嘛祝贺咱的浙江师傅圣诞春秋。啊，相信咱的浙江师傅会保庇每一位信众，大家啊，身体健康，事业大发展。来自各地信众聚集伫遮参加福宴，共同庆祝浙江万福圣诞春秋。新中华新闻北明林花旦采访报道。